保送啊。今年30岁的刘玉妍，她是在2016年的时候，当年的选秀第三轮进入到拉米狗桃园队的。这球打在三垒手的管区当中，接球之后对角线的传球，但这个球挥棒落空。打劫林楚杰遭到了三振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。狮队在这个半局并没有再添分数，不过打完前五局，目前狮队是3-0领先的味全龙队。